先来思考一件事，这是我刚刚哦，就是叫进来的资料。好，你看哦，你看我为了要上课，我真的每一天，不过也有人帮我点啦、啊，真的有人帮我点，可以理解我的意思。因为我在哪一天开始进？11月20号，你看一刚开始我的 heat 是不是也很少，甚至还有零天的。这样可以了解，几乎这都是个位数，这代表是正常的哦。我真的可以告诉你，这是正常的一个情形。然后慢慢的会不会开始有一个迹象，好像突破10了，对不对？慢慢就会有突破10，这都不是我点，这就是来看我网站的人点的。好，然后慢慢是不是有几天会突破10，甚至到20？对不对？这网络哦，网络一定都是走长尾理论，就是只要你慢慢经营。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让你们去了解。真的就是这样子，慢慢的就浏览数就是慢慢的就是这样增加起来，也不能说莫名其妙，就是说因为这内容确实是有人来观看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哦。这个是 YouTube 的网站，我是不是也可以请你们观看一下，它里面也有做这些平台。那如果我现在给你们看这个数据分析，你看哦，这是最近28天，你看你们都不觉得是哇，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，你看哦，一个月就是将近一个28天就将近一个月，你看在这个地方观看的时间34万。多分钟，还有大概观看次数10万次，那一天是不是就3000多次？一天有3000多支影片被人观看呢、欸？还没有哇，还没有哇！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经过慢慢慢慢这样子经营，好，它就成长起来。可是我要给你们看。它是怎么样个缓慢经营？这个，如果我今天给各位观看的是那个从一刚开始，哦，总期间，对不起，总期间，我们现在请你看这个总期间，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这个刚开始根本就是零，而且这段时间到这个地方进步到，例如说十，我。开到最大给各位看好了，看得出来吗？就是一刚开始2014年几乎都是2013年10月好，一直到2015年的6月，你知道这经过了多久吗？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到2015年10月，这样快两年内是很低很低的，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。你看这边慢慢开始就爬升，我没有去花钱买任何广告，然后就是学生来上课他就看我的影片，甚至有一天居然还有大陆人说我在噼里噼里看到你的影片，能不能跟你要什么东西，可以了解吗？我说诶，我没有放在噼里噼里上面啊，就是那一个人他把我的影片下载走就直接放在网站上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但我们是觉得这是侵权行为啦，可是他们没有这个认知，这样可以了解哦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越后面越恐怖的一个成长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这我知道，这光一天就有10000次的浏览，那是因为我放了一部那个台湾跟巴林，然后踢足球，我放那一支影片，一天就有10000次的播放，我是把它当指标。我希望我将来有一部影片，一天就有10000人次来观看，哇 ，OK。不过至少我觉得看到这些数值，就我做的影片有人在观看，这是值得欣慰的。好了，我重点可以了解哦，你前面没有人是正常的，可以吗？
好，我先登出咯，这也算是 GA 哦，这都算 GA， 例如说什么总览，这里面不是有很多很多资料吗？然后哪些影片，你看哦，我最多最多被人家观看的有什么认识键盘，真的认识键盘也蛮多人看的，还有电脑开机关机等等，因为他要学电脑嘛，他就是不会电脑他才要学嘛，